袁武姐袁武莲早两年因为肺纤维化，一度留院 ICU。跨过鬼门关之后，佢出咗本自传《我是一条斗角》，收益全数捐俾儿童癌病基金，行善助人。呢日袁武姐去到电台宣传，虽然要撑住拐杖行路，亦不时有两声咳，但精神都算唔错。佢话到目前为止，自传已经筹到50多万，有咁好嘅数字，佢好感恩啊！内部2000本已经卖晒，已经卖晒啦。咁啊，收尾啊，阿小欣子咧，黎小欣又出钱，又出力，又整咗2000本，都卖晒啦，都卖晒啦。而家又再整啦。如果仲多人买咧，唔够又有个家人啦。本书咁受欢迎，唔知袁母姐有冇考虑再抄多啲珍藏相出嚟，出多本 Part Two 咧？我谂唔会啦，因为精彩阿 Billy 认为好嘅，佢拣咗佢。我嗰阵时我就拣啲相寄翻俾啲朋友。你头先做直播节目，好多啲网友啊、朋友问候你，开唔开心啊？好多人挂住你啊！好开心啊！证明我即系仲有好多人关注我咯。雖然我冇親人，但係有好多關心我嘅朋友，好多謝佢哋。係啊，不論係 fans 定朋友，大家都好關心你㗎，所以袁母姐一定要開開心心、健健康康啊！